2021年系充满挑战嘅一年，多位嚟自各行各业嘅嘉宾分享咗佢哋创业嘅奋斗历程。由6月9日起，连续4星期，新时代电视一台星期四下午6:45，新风采创业故事巡礼会回顾佢哋嘅故事。登录 mandarinprofileawards.com 投票选出你心目中嘅风采人物，各大奖项嘅荣誉垂属将取决于你手中嘅关键一票。投票截止日期7月8日。